兄弟，我扣了吗？枪把钱放下的时候，问东问西的，你是谁呀？你干嘛来了？哎，赢了吗？哎呦哈，都活了吗？啊，明白了。问你话呢，找马三探。你们哪个是啊？你们人是？我女人。被警察打死了，衙门赌气，瞎说！闭嘴！你说是不是？他是不是警察？玉苗，别赌气啊，好好说。说清楚啊，我到底是谁？我看你龟儿就是警察，警察挂相啊！滚！你要把我弄哪儿去？帮打听。早吐早省心。还有啥子好吐的哟？早抢我点儿啊！追你一年多了，你一个人一年能造100来只吗？我没得那个本事。干你们这行的，应该明白我们是怎么回事。人都折了。扛得住吗？这次出来还带了20只流尸，在哪儿？离这儿不远。我要问他。你少给我耍花样！真的要问他。前面怎么了？
修路。叫小杰把他一门下车。下车。我想单独跟他拜一下。不行。你是不是很想把我弄死？是。你个寡妇！哎，不要！哎！你说他还活得成吗？不过他那点了，枪里东西谁碰了谁死，命只有一条，留着好好过日子。兄弟，死了没？肯定噻，超人嘛也走了噻。快走！连队，于苗进车站了啊！上车了吗？我看着他检票了。我让你亲眼看着他上车走。换别人的话，刘明义也会被当场击毙的。别废话。动手之前，你说
看见另一个失主了。对，徐天跟于苗在一起，后来一忙人就没了，真他妈天了。您的座位在这里。好，谢谢。先生，麻烦把箱子捧过来一下。美女，请拉链吧。子宫损主，多少钱啊？价钱好商量吧。连队，有事儿？这是刘明义刚才的 QQ 聊天记录，您看一下。觉得对面山上有人，有人，北京的，记住叫于苗，有可能叫刘明义，马上定位。怎么了，老李？你说怎么了？于苗没走，老马三探同伙手里了，你们跟着去定位。齐了都，到你屋的。你到底要干啥子嘛？先出去把门关了，啊，哪个都不准进来。要钱不要命嗦。之前收女朋友的命，还差十一万。你们两个不是一对的吗？少一万，美女。你哥拿走了。我们 QQ 上说好了的，少一万一条人命。你有枪？有什么了不起？
反正你们两个得死一个。那条虫子跟哪个都不熟，他喜欢哪个，哪个都要死。要不然你主动点，等一会儿还有人跟我谈生意。啥子意思啊？啊？狗子是啥子意思啊？我跟他认识吗？活着呢啊，说要见你。你听着啊，别动鱼苗，杀人和贩枪罪名不大一样。喂，阿杰，头，定位了，小心点。别紧吧，别人醒了。谢谢啊。目标在北郊二中路。等我回来，告诉我10000块钱在哪里。行啊你，骨头挺硬。都死过一回了，现在呢，想死想活？活，活！目标在鱼洞，应该就在附近。说吧，几个人来的？我弟弟。怎么能找到他？你们家兵工厂在哪儿啊？我弟弟，我。你弟要什么？我们家的规矩，出来做生意，要是被抓，就弄死自己，或者焚香笼。你弟在哪儿？怎么找他？说话。哎，说你呢，干嘛呢？我在化验科。化验科在一楼。站住！兜里揣什么了？把手拿出来。把手拿出来。便利。
刚才有个找化验科的。人呢？那边去了。早就来了，总，放心了，大罗。枪啊，啊，左道，左道，你谁呀？我是肖茂，我哥他在医院。这是我们捡的。捡的药点个数噻，说好里头20只，只有19只的嘛，这次你不要了。我们是跟马三太说生意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哥他在医院，我是小马。哎，一只五千，一共10万，钱给我。你怎么能证明你是他弟弟？怎么你还说过来？老子给你证明！你个狗子！走走，证明！哎，你要证明！哎，兄弟，兄弟，有种你想打死我？一颗子弹好多钱？你给啊！老子辛辛苦苦做出来，还不他们弄出来？一把枪5000，还是5颗子弹？老子搏命挣钱，你们狗日的不讲规矩还抢！兄弟，够了吧？这枪和钱
我们不要了，人也打了，我们错了，行了吧？钱给了东西不了，你们抢老子不抢，这车是你们的不？钥匙给我，还规矩吗？一万块钱拿够啊？哪个去医院帮忙弄死我哥？弄死我哥得一万块钱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弄死我哥得一万块钱，要不然你们两个里头必须得死一个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家头有七口人，三个小工，做枪三四年，一般都是我卖。那回货比较多，所以我哥都跟到来了。出门前都说好了，如果被抓了就弄死自己，自己舍不得，兄弟要帮忙。要不然肯定扛不住警察审。你说家头七八口，不能收钱的，是不是？别再动他！你别起来，躺着。你他妈看什么？等一下。就没得真的吗？你别去杀马三太，待会他进来跟他拼了。
我去医院上马三探，根本就不是为了你。你说的对，我们俩不是一路人。如果在北京遇到你，也只会把你当空气的。我欠你的下辈子还。人只有一辈子。算了，还有一辆车的钱。等你活着回北京吧，就跟我朋友一样。最好你也活着回北京，我怕人不熟。我不方便要。好了没得？我刚才想了一下，一对鸳鸯绑在一起的确比这样更安全。15分钟，你到人民医院的四楼，楼底下有3个警察，我给你打电话。30秒之内。我要听到枪响。如果他死了，我照你说的做，他能活着出去吗？我做生意很规矩，你看到了。给我把枪。这咋定位的？南方区域的。已经死了。来，赵，马三探不行了，要找你。
我马上回医院。位置已经有了，在南纺区六。